现在时间2:38。啊，都说好了。好，都有在充电，也有在拍哈。对啊，一定的。这个缆车。对，这个。对啊，这才是四人的、啊。我刚就问你，搞不清楚，因为相对位置，我昨天不就把板子停了。人真的太多了，没有，你看这么多的人来，你看一上上来还是很安全啊，就是还是这么的分散。嗯、就缆车还是没有人坐啊，不用排队。对，没有，后面就来了一堆，但这一堆就只是拥挤一时。那里有孤独的两台车而已。什么两台车？停车场。哦，那个他们有一种他们不知道怎么去到那的那种感觉。加速了，是不是？推进，有一股推进力。现在有一种加速的感觉，刚刚没有。所以我们现在，你看这个底，现在积雪不到100。所以我们现在是要滑下来，还是要回去？先滑下来，因为这边要切回去，又要走那个很累的路回去。啊？怎么很累？那个啊。汤内之声啊，要用力推的那个，切回去，就是他们在的那个。汤内之声，那不就是一直在旁边了？对对对对对，就是这里面就是汤内之声，那再过去一直吧。然后高天元，看你要不要滑一次？哦，我们有滑过吧？有滑过好几次啊，每次路过都是这个滑一次啊。那个什么，从四小。天很有太阳，那天很黑。天怎么那么黑呀、啊？远远那里有一堆黑的云吧？好黑啊、喔！这太阳真的来了、啊。这天好黑啊、喔！那，切进来是哪里啊？不是那里，是那里，那里。我们切下面那边，四个人在走那边，橘色的。哎、欸，我觉得可以，那是来的地方吗？不是啦，我说树上啦。树上，哦，你看有风向哎，顺后的，好毛毛哦，我刚刚没注意耶。好，好毛好毛。好冷，我一直在风吹，好冷。我们都是一直滑这一道。哎、嗯欸，我们昨天。
后面这一面，所以风向是从那边往后面，有没有？没有，我觉得是这样吹、欸啊，它都是下面。它往后吹。哇，好冷哦，冷哦，为什么都是草啊？好冷哦，我这左半边一直被吹风，好冷，冷死我了，冷死我了。东莞山的缆车吗？是，有那么近，就是那么近，有那么近啊！你要干嘛？啊？你要干嘛？我要高天远往右下面往右走，我们完全没好处。往右，往右是吧？乱七八糟、哦，有点窄。我下车，呜、哦。
会不会滑走？你先一只脚用鞋子试试看，可以吗？看上有点。没有，对于脚来说很安全。好，我们就只拍树冰跟人就好，用你的。怎样？拉我一下。你用爬的不就好了吗？你拉我，搞不好我一起滚下去，两个人就用走路的就好。好冷，你要去哪里的？我要从这里拍树冰不是吗？拍，我要倒过来拍，我要拍两个人呢、欸。你说要自拍哦、喔？我还不知道嘞。给你按。是，这样好看吗？搞不清楚哎、欸。这样啊，拍一个人的就好了。为什么？要不然再多拍几张。好，你看看不大清楚，什么树皮啊？那。下滑一点点，是啊，搞不清楚。我怎么也突然站不稳？你要不要？两倍人像，好了，可以。那我把这边拍一张好了，这样我下，我上就好了。你站稳啊！好湖的背景啊，那你弄清楚的、啊。你弄清楚的啊？对啊，是啊，等我一下，我换个脚站。却僵了。好，你到底在干嘛？我看一看。笑僵了。换你啊！先拍到树边，放这个位置。嗯，好。啊，你为什么要往上跑？帮你拍树边啊！你就转车就好了。哎呀，三，哎呀，我的手。后面，我就想说，你应该站在原地就好了。但没有湖哎、欸，后面没有湖哎、欸。一二三，你要看我吗？哎呀，照不下，那要横的。不用，没关系。一二三，好，然后拍照。你要全部吗？广角，一二三，来吧这边。嗯，好、啊。
好累，我想坐着休息再出发。我觉得站久了那个脚筋，脚筋在累。好吗？一二三，你要让我前进。一二三，好，等一下。像两倍没办法，一二三，不知道怎么后面没有部分，一二三，他抓不到的，好，随便啦，这样，行，好好好，我可以先走一下，好啊，我手的那个脚，我手好冰。硬的，软的，哎呦，硬的哎、欸！对屁股来讲算硬，对脚来讲算软。我的左边的后脚筋酸酸的。我这个好远好远，有两条雪道那种感觉，也很像，也很像哈、哦。三条雪道，两长一短。会不会是跳台啊？有那么夸张吗？这里看得到八方。看不到吧？拍下来之后回去查一查。我把地图叫出来看，看那里到底是哪里。手好冷，手好冷，拿出来拍照，手冷了。哎呦，飘掉了！哎呀，这个方向，小布斯。踢雪球了，捏不住。瑞美滑也是这种滑法嘛，就是只会左边停，左边。也许比较好一点吧。他的上半身比较朝山下一点。比这个人啊？没有，这个人的上半身比较朝山下一点。现在要我拿手机，很冷耶，2:58。那不是又差不多了吗？你都又要收工了？没有，没有全三卷了，怎么办？没有全三卷了。但是全三也还好啊，是不是？也是的，奥智赫没有去。去自乱。
去一支那个。哦，你不要滑下去再坐上来一次啊？没有，不要。哦，不好意思，都冰冰的，不好玩。好、哦、好，可以走了吗？对啊，走了。哦，让我爬起来。这种雪最好了，很好拍照，也很干净。会不会很难穿鞋啊？我们坐在这里以后都没有人路过，奇怪，两三个没，就很少啊。学生怎么都没来了？学生都在下课了。是啊、喔。啊？先走左边的直角。Thank you.
的板子哦。森林哈、哦，不会不会，这里就是刚刚好，可以轻松爬山的。哈哈，谢谢。对着树左左绕右绕，随便你。嗯。树那么多，要吗？树是一大团一大团，不是那个吧？是吗？你看这个树，你有办法这样过去再过来？当然可以啊。对啊，我说你就试着这样做做看。哦吼。对啊，这就是几丛小树，不过好像不是很能那个。过是很能乱绕、欸、你只能走人家走过的路。我可能进去就会摔倒。没有进去，就是走左边或右边，只有这样。对啊，左边右边，像上面都比较散开的。我们故意走中间一点的。故意走中间，然后就这样。哦，这样他们看不出来是不是。它就是一条缆车而已、啊。对，只有一条。
一个正方形像棋盘一样的超级小雪场，里面一堆树，然后最右边这边一条缆车没了，这还叫一个 ski 场？对啊。切回去的路，那切回去的路，我记得推半死是这条路嘛，结果因为今天很硬，所以我们就冲过来了。对啊，我们就不用推，还是我们走了右边推的半死，其实走左边就不用。不知道哎，还好。我觉得应该是右边。哎，他们教练带他们在走这条路，好粉粉的练习一下，我们就走那边吧。在那边，你今天准备放棒？有要吗？还是用不着？我今天还为了他充电，然后都没录。对啊，因为这边对你来讲一定很简单啊，很轻松，我们就两个人一起录。你要跟在我后面啊？我跟你一起，我在你附近，不会在你正后面，我大概在你的右方，右边。好，我们两个几乎平行跑，然后我的话，我就练习控制速度。尽量速度跟你一样。但是这里也是粉粉的，应该还好吧。你帮我煮棒子。好啊。开机，我要拿高一点还是不要？你就平平拿就好。也是平平拿。因为我可能如果我跟不够紧的话，最起码要录到你自己，你就平拿，以录你自己为准。对啊，好。他哪只身？这样，嗯，走喽，要走中间嘛？对啊。森林很多树，我觉得树有点大棵哎，要绕过它有点难哎。
哈，中间你中间画大圆就刮去别的地方了，因为它那要绕树很难啊。你为了绕树啊？对啊，我以为我在干嘛？对，我不知道你在干嘛，我就想说，哇，啾啾爆冲了。没有绕树。原来你是要绕树啊？对啊，很难绕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你做了。你做一个很大的我就觉得哈，你怎么速度突然变那么快？因为我要绕树啊。哦，我没想到。嗯。然后下缆车一路往右切。那你没有路哎、欸。没差没差。啊，没关系啊。我想要你也录。不用不用，这个真的没什么。太大颗了啦，不好绕，而且我还很怕，我是不是冲到树中间，我怕我打到松雪，我怕就打到。对，是没有啊，这个雪场里面应该没什么陷阱。真的吗？对啊。万一它树中间，我刚刚不是有一下是绕过去，我也吓一跳，我很怕我会摔倒。嗯。好，切回去。蓝天，有蓝天，一点点。切回去做一次，不然有一招。嗯。就我们要是上得了另外一个拱多拉的话，就是奥智赫滑到底，然后等车子。哦，坐车回去。对对对。就至少因为有两种车可以坐啊，一种是免费区间的车，另外一种是王子的车。对啊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到得了吗？到得了，但是要直接切两次。去中央缆车之前的路啊，有一个横切的路，又可以再往另外一个缆车切。你是在说烧耳山吗？对，烧耳山。等到烧鹅山就跟我走。要看一下它营业到几点。哦。先不看，先努力的过去。万一失败了，就等车子嘛。好，以后就等车子而已。棒是往右的路的下，棒棒的下面是往右的路吗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反正我们就慢慢滑。骑到，不是，啊，滑到那边看一下。反正一定是往右骑。蓝天，好。中中中。箭头啊！啊，那里有箭头啊！你先走啊！下面黄色牌怎么看到？有啊，我们走那边好了。加进速度往右走。
带太松了。也最下面下来，因为想要去奥兹赫看看了、啊。你奥兹赫先看缆车几点？反正我们目标先坐沙尔山的另外一个我们没坐过的拱洲啦。嗯，有开吗？之前有开啊，冲啊冲，先冲。有了。起来怎么回去？对啊，我就吓一跳。这也要冲吗？冲去缆车站。也要冲对不对？一路冲。稍微减速了，速度够。不要冲太快，安全的速度就可以。三点多吧，只要你没有划一只赖、欸、会很可惜。一直开着吗？不确定。好、哦，看一下啊，3:26。
然后你说，你说广东话时间了、啊？不是的，一居代，那小屋，烧鹅山，要不要再 refresh 啊？要。烧鹅山运行中，运行中，运行中。烧鹅山，广东话 second、first 都运行中。奥智赫第一配额，奥智赫不用管了，因为奥智赫要滑回来。但是他没有说时间呢、欸。哦，那就算了，没关系。他没有说时间呢、欸，因为奥智赫要回来。我是说营业时间呢、欸。对啊，要是做得到就赚到，没做到就算了。所以我才想说全速赶过去啊。我觉得就是。应该就差一点，差一点。为什么他没有写运行时间、啊？有的他都不写啊，就有点讨人厌。哦，这边回去的路已经顺了哈。然后因为今天的雪比较没昨天软，所以今天的速度就会比较快一些些。嗯，对，那个就可以晚一点冲没有关系。广州的，只写运行中，没写时间啊。冲、啊，冲、啊，冲、啊，冲，冲！然后最后一段要冲上，冲上，冲上那个缆车站。这边的地图 PDF 我有抓了。嗯。没有，我在看有没有写时间。没写就算。都没写。好了，准备啊，准备。四点。第一笼多少到四点？我想要走外界，对啊。
型的那种。我没注意。上去以后下来的路，右边回家，左边去中间嘛。嗯，然后、哦、你在说这边啊？对对对，然后去中间的路啊，在回还没有到达车站之前，又有一个小路。你就走前面啦。对啊，我先跟你讲而已啊，我会钻进去、嗯，然后那个钻进去的路很平，所以要加速冲进去。这人吧？应该是人吧？看他走多远，他是要挖什么？就这样一圈，嗯，这不像人吧？很深哎、欸，人这样子走得稳吗？他很惨，还是？我翻开去，很快吧？应该有吧？我一直跟在你后面。很快吧？你有为了我减速吗？我已经没有，我不要减速啊！我一路冲哎、欸，冲完这样子会很紧张吗？对，不会嘛，对不对？最后有一点点紧张，因为觉得好像很早就开始冲啦，压低压低。对啊，幸好中间都平平，没什么陷阱。这个只有一小撮，你说为什么？有人滑进来吧？那又要钻出去这样。确认一下地图，那个切过去，我希望能直接坐到另外一个拱头了。嗯，好像还是说好像没办法直接坐上，还要再坐一个小立才能去另外一个拱头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就应该是坐上去奥兹和滑一趟，就回家了。对对对对对对。他如果可以坐到第二趟，就再坐一趟，再滑一趟。对对对对对对。看可以做到几趟，做到就赚到了。奥兹赫烧尔山，烧尔山。最后这么久才决定要去，我就一直问你要不要去。烧尔本来有说要啊，但是我们不是觉得那个吗？但是最后我不早一点，刚在那边拍照休息那么久，早一点起来就不用那么赶。然后最后觉得缆车很慢。他那里都 cos 一号是什么？第三高速。好了，可能要坐一次，可能要坐一次缆车才能接得过去。嗯、那个叫第一拱多啦。如果只要上面写说可以到第一拱多啦，那我们就拼命好了。我们平常坐的是第二拱多啦。那个岔路上，我记得他有写第一，我记得我看过。有人在站。有。嗯。雪那么松也很难跳啊，浪费雪兔的精力。雪兔为什么要出来跳呢？很厉害耶，这么冷他不怕。你要说他的兔毛也很强吗？他兔毛也被我们拿来做那个，真是。那是别人掉下去的东西吧？哪个？我刚看到一个奇怪的颜色的东西。嗯嗯。这已经是高速了。哼，还在急，觉得很慢。没有好急的。所以我说都不用再滑，那些都滑过了。所以今日多开的地图就是发福、好坡、吸管、吸管，还有就是从四小屋连过去的路，就这样。有啊，差不多都有了。我们只有熊之汤没有去，就算了，是不是？对呀、啊，因为那个联络道真的状况不如，很怕要路很远。但是我觉得是看天气。哇，大蓝天！一小块。那边。哦，很大块。
哦，满路了，也是不等，我会用稍微慢一点点的速度，也不等，然后我就跟不上了。对，我是要稍微慢一点，但是我不等了。然后到我在岔路之前的半山腰，我会稍微看一下灯。对啊，我也没来怎么办？然后又迷路。对啊，岔路，我就从南馆回家了。嗯。我比较喜欢坐王子的车，哎、欸，因为王子的车比较晚，对，不太可能。嗯。但公车都好像在外面等，要走路好累、欸。觉得来不及耶、欸，其实好像到45分呢、欸，啊，好像到45分呢、欸。对啊，那我们这次我刚刚就看到了，我想你为什么不转弯？因为我错了。都是
看到的时候已经错身而过了。那你就走回去啊。看路线，我看路线，应该就是不让我们机会切过去。烧鹅山的票是只有烧鹅山嘛？对，没了。烧鹅山可以滑去奥兹赫的下面小段，接着就只能坐车回来了。那去干嘛啦？就说哦，我有去滑过这样，浪费时间。哎、欸，切得回去。切得回去，不用紧张。怎么叫切得回去？好啦，就只到45分啦。对啊。那、啊、我们不就要从南馆坐车回家了吗？好、哦。然后走到对面坐马吧。哦，那就直接滑回来。不是，你现在要干嘛？你现在要干嘛？好，你等我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啊？下面这个车是本来就没跑的。嗯。下面这个缆车是。对，那已经停了。叫一次，这样怎么回事？那不是闪，又再叫一次。我看他写什么，不知道怎么嘞，怎么了？他一直叫，是宕机还是怎样？就是一路回去了，好吧？对啊，好一下吧。对，正常。因为烧鹅山的话，还没有滑过的路线跟没有坐过的缆车，那就是明天的事。对，对啊。啊，不要去奥兹赫，也不用去了吧。对啊，因为去就是奥兹赫的最下一小段会滑到，然后就要坐车回来。因为我们现在从这上面过不去，对不对？现在过得去。现在过得去奥兹赫。对。奥兹赫是缆车4点。你要去搭他的第一拱多拉吗？4点。他的第一拱多拉滑不回来。对啊，我就是不想。对对对，所以就不用。好，就收工了。对对对。今天也很赶路了。那你看我这样赶，最起码我们都做了一个这个拱多拉，然后这里风景好，而且路线又少，滑一次嘛。
谓的太阳也没有多大、啊。我啦，这里难得有电有信号，就给它用一用。现在才走到一半，还有一半。太远了啦，太晚决定了，不然那边东西还要花个两三次。哦，志贺只是最里面的志贺的意思，志贺的最里面。对对对。好酷。你怎么那么早就休息啊？3:45，真是的。我觉得他休息的太早了。太早了？我觉得。你说缆车？我是说我们。我是说缆车。对啊。都快要4:30了。但是他算他缆车算早开的吗？8:30。没吃，然后9:00还8:30。我也不记得。因为没吃，我说要去早点坐缆车上去，你们就挖脚好了，9:00。我的眼镜没戴，然后我觉得看起来很不一样。可以不戴啊，这一趟可以不戴。风太大了。或者说面罩可以不戴。他会一直要流鼻涕。我现在就要流鼻涕啊。对啊，我的湿在外面，你要擦吗？哪里湿？乳膏面镜是湿的，不知道你要吗？我不用。因为我先开那个，所以我都没有试。我是试外面诶、欸，不是试里面。嗯。所以你没有开机哦。哦，我换好，应该要打开它才对。这个座椅是蛮久的。哎、欸，有在闪吗？没有，现在有啊。好，那就好。我觉得现在亮个绿色的灯诶、欸，平常没有绿色的灯。不要充满了吧。1539。1:59吗？对啊，3:49。怎么了？带起来，那就轻松路线滑回家。现现象会比较少，会啊、哦！我觉得今天好红花哦。今天太阳有出来过、啊，然后温度又在0度上下，现在变得有点冰。
停在这边，你王子的那个抵用券也能用啊，王子早餐券也能用啊。所以我觉得，我们坐王子有要吃早餐了吗？有吃过一次。有哦。几分？想知道我们坐多久？现在要几分？这个好像七分钟还是十分钟？随便跟教练买的，搞不清楚。够够了呢？啊？够够了呢？我就不懂啊。不是嘎够呢？我不知道。你就够够够够，不是？这也不是够够了吗？是够够。我不知道，搞不清楚。
滑没有滑过，要滑吗？这样子就会直接回南管。哦，会回哦。好，那不要。哦、不是回南管，回西管。可以滑滑看、啊。要吗？要切回来，一定要切对。什么意思？它会有两条路，一条去支那，一条回来。哦。要切回来。那你走前面。你拍一张照，然后放一只来飞蛾里拍一张照。吓一跳！哦，路大。我在前，哦，我在前面吗？不是的，第二啊，不是啦，就是我们可能要走上去啊。哦，对啊，走左边吧。好，就要爬坡了。看四点了没？他可能会让我们坐。
到一半就可以到一半。哦。你知道刚好路可以回来吼，不然就还要走路哎、欸，走完太一段了。真好。对啊。课本了，今天滑很多了吧？现在很多了。